气派的游轮霞着暮色缓缓起航，这样伴随海景让人醉心的游轮行蔚为风潮，让不少旅行社受到包船商机。以雄狮旅游的赏樱行程为例，两人房起跳价根据舱房等级，每人从6万到8万8不等，甚至可以加价提供陆上赏樱行程。光是今年3、4月的包船日本赏樱行就创造了4亿营收。假设我用100万包了这个100个位置，那我成本是1万，那我可以卖到2、3万。但是如果说卖不掉的话，我这100万就是要赔，所以他们会抓一个最安全的值，比如说我卖掉了3成、4成或5成，那超过的就是赚的。这样垄断的包套行程不止游轮，还有航线，像是五福旅游就独包台湾虎航直飞日本佐贺的航线，平均载客率高达近90%，为五福从去年6月起挹注超过1.4亿的营收。富康旅行社也跟进独包高雄直飞韩国襄阳，载客率也近80%，远航还有独包飞往吴哥窟。但是这样的独包航线赚头大，风险也不小。它有可能会因为政治、天灾、疫情，都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风险。当年广大新案一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台湾政府发红色警戒，菲律宾停止出团，那很多包机公司都已经把钱收走了。为了推广观光，国内旅行业者抢食大饼，宁可承担高风险，也要保住新商机。三立新闻古高树刘耀文台北报道。